婚礼上，你最想对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想好，你最想对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想好，咱们帮你们彩排一下，下面的时间给你们彩排哈，1分钟，就说心里最想说的，好吗？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其实一开始，我觉得你什么都挺好的，你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打游戏。对我也很细心，很体贴，对我家人也很关心，所以才有了想要和你结婚的冲动。但是结完之后，婚后你对家里面婚礼，包括我家人的这些事情的不上心，让我觉得很累。虽然我们已经结了婚了，但是如果是一直这样的状态下去，我也没有信心能知道我们还能走多久。我知道我对结婚这件事情不太上心，但我会改的，我会多主动一些，多包容一些。我想和你好好过下半辈子，我会多包容你的，我是真的爱你的，你跟我好好过行吗？还纠结呢？都走到这一步了，日子，往前坚定的走吧，别犹豫了，姑娘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来，有请小花童，有请。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伊贝诗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和24小时保湿十。